你一定要搭高鐵㗎啦。690呢個高鐵過落一條，有機會因為貪腐，因為呢一個人為而造成減值嘅高鐵，你驚唔驚？各位，我哋嘅高鐵係因為大陸要起高鐵，大陸嘅高鐵而家成為咗貪官嘅軍防，亦都釀成咗溫州總車嘅慘劇。嗱，溫州總車慘劇不單止係為大陸嘅同胞着想，亦都係為自己着想。我諗唔到個理由，搭香港高鐵嘅人想去圍攻全國高鐵嘅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咁樣全家底下，亦都希望大家係可以停低腳步，簽一個名埋嚟簽就得，喺出邊簽就得。但係希望范徐麗泰，即係我以前嘅同事范太，係能夠發揮全國人大常委嘅功能，代表香港人係要求全國人大成立特別嘅調查委員會。各位，由國務院去查係得，但係國務院就係鐵道部嘅老細。舊陣時嗰個鐵道部長已經因為貪污坐台，嗰陣時查唔清，而家點查呢？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到一點，如果你喺電視上面睇到呢一個溫州獨車嘅慘劇嘅話，請大家係諗一諗。咁我哋香港人就可以簽個名，要求范徐麗泰，即係全國人大常委，即係我哋香港區嘅人大代表，係代表香港人反映香港人嘅意見，要求成立特別嘅調查委員會。各位，690億一條高鐵駁上去轉車，再搭高鐵已經係戇居，但係你上咗，你會唔會唔搭全國高鐵呢？你搭全國高鐵的時候，我真的希望你好運啊！但係祈求好運，不如係呢一個求諸於呢一個青年。全國高鐵叭叭聲起，但係耗資數以百億計的高鐵，竟然間係有所謂人為的錯誤，呢個責任實際上是應該有人出來負責，亦都希望能夠改善這個狀況。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派張傳單給大家，大家可以拿來看看。如果大家是希望范徐麗泰，即我以前的同事，是能夠代表香港人，用這個全國人大常委的身份，要求是成立由人大監督的特別調查團，防止這個國務院和這個鐵道部這個互相包庇的話，請大家去埋來傳單或者簽個名。我睇清個名啊，因為凡太講咗關我乜事。如果有人話：喂，你是香港的人大代表，你不是香港人大代表，就不會是全國人大常委。你希望我做咩嘅時候？佢當然係會感受到大家嘅呢一個對佢嘅期望，所以希望各位係埋嚟攞張傳單或者係埋嚟簽個名，就係要求范徐麗泰以呢一個全國人大嘅常委嘅身份代表香港人，係向呢個人大提出係成立一個特別嘅調查團，徹查溫州獨車慘劇。